小米酒开始洗漱了，去刷牙。我们小米酒自己刷牙，早上还是挺冷的，腿都冻得凉飕飕的感觉。看看左右手换换刷，啊，你自己刷啊。喝点水，我们要出去吃早餐，吃这边的土豆包子。妈，白鼠说想不会跑的，走吧。那超级飞侠飞上天空去了，昨天。他哭得不行，爸爸又带去给他买了一只恐龙回来。走吧走吧，骑电动车去到吃早餐的地方了。今天来晚了，本来要喝甜浆的也没有，想吃土豆馅包子的也没有，来个肉夹馍，然后两碗豆腐脑。我们这边豆腐脑是咸的，小米酒要吃肉夹馍。不是你要吃吗？不是他要吃吗？不是你要吃吗？那你看这会儿谁吃的，是谁要吃的？我愿意吃的。好吧，你吃吧，吃吧。妈，你都饿了吗？看我那么小，你都饿了吗？饿了呀。肉夹馍了吗？嗯。妈妈，我跟你分三吃肉夹馍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爸。好，你先吃，小心有火啊，烤火。回来就想吃遍这边的小吃，在外面吃不到这个味道呀。想吃个炸糕蒸吧。好，你先吃那个。那别的拿走，我们煮那种吧。没事，过会我再去拿。这个豆腐脑没有放辣椒，给小米酒弄的。我们吃的都是这样的。这味道就跟我们那那个油馍味道差不多的。一样的，料也是一样的，只是形状不一样，比那个脆一点。我弄小笼包，加辣椒油，小米酒喝个豆浆。还是洋葱吗？洋葱多肉少，跟外面的小笼包不太一样。吃完早餐回来了，小米酒那个豆腐脑尝了一口就不要了，跟我一样不爱吃豆腐脑。他把这个气球拴在了这个胳膊上。我想拴在这瓶，可是。让你爸带你到上面去玩一下吧。加速！加速！去吧，加速！带他去村里看看转转。你听他说的啥，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。加速。嗯，飞到人家院子里去了要。让爸爸给你把那线弄短点。嗯，走吧。看他跑得多快呀，我们俩都追不上了。我们这儿人好多，那个灶都是烧柴火的，看看堆得齐齐的。妈妈，我们往回走吗？嗯，走吧，往回走。不想回去，再带你到那旁边去转转吧。我跟爸爸去那边转一下，你去不去？去啊。那走。以前我小时候，这沟里面都没有房子。现在全都盖了房子了，这以前这边全是荒地，现在都盖成楼房了。哇，一直到那后面都有房子。我天哪，这都快靠近那山了。哎呀，那上面还有。天哪，这后面这几年盖了这么多房子，我都不知道啊。你看，都到那沟后面了。我去看，不，你去看。那你去看嘛。快点快点，你们我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我来这沟里的时候是我妹还这么大的时候。我妹像小米酒这么大的时候，那也好像是我上一次来这沟里的时候。我妹现在都要20岁了，看看这变化多大呀。咋都没有人呢？晒会儿太阳吧，走吧，转了一圈我们回家了。也带大家看看大西北的小村庄。